这位姑娘来自吉林梅河口，她说了，她上场之后啊，现场没有一个人能叫出她叫啥来。来，掌声有请姑娘出场。大家好，我来自吉林梅河口，我的名字叫这个。我的爱情宣言是：做事儿撒溜，性子急，小伙说话别墨迹。好，他真名就这样吗？指定的，那你准了。这个名字的姑娘你好啊，你好，加油。冯军户，不对，啥？啊，冯军户吗？不对，冯军户不是，你想想是姑娘的名，这名也太难听了，哎呀。兄弟，我告诉你，这仨字儿，这仨字儿叫我女神。对了。哎呀，我看不出来呀。这一轮考的不是中文，考的是情商啊。我看出来了，中也不错呀。来，八号同学。成能填了，还你女神，上来看你一眼了吗？这仨字叫灭火灯，这仨字儿。是不是叫庞君素啊？不对。啊，庞东气，庞俊气，不对，要跟他在一起，以后叫他名都费劲。十六号博洋，庞俊气，对，啊，准确的告诉大家叫啥？庞俊气，庞俊气，对，气，名字终于知道了。